我想在这边请哪一位好啊？就是这个呢，对我来说，我在这个平台才认识他，他就是这是我的老师。因为以前我自己做传统生意的，但是从他身上，我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我也是从零，现在从零开始的。他以前就是做传统的生意的，他以前是做美容的，但是他现在就是呢，我们要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请我们香港的第一个女眷神 Vicky。大家好，好，很感谢何斌老师，很感谢 Lisa， 很感谢 Tracy 跟 Bia 姐，我也站在旁边学了很多，所以呢，今天你们太幸运了，有这么多老师来教你们教我也是，所以呢，我也出来跟大家，我学了很多，也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是 Vicky， 我是姓魏的，魏国的魏，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的普通话讲的不灵光，辛苦你们了，也还好，就是杰西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慢慢去学，去讲啊，你们耐心一点去听吧，好吗？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个女人。我是原来我还没有参加爵士以前我是做跟我姐姐是做美容的，我是开美容的连锁店在香港有好几家分店曾经也开过去这个新加坡跟这个广州，因为生意跨界到不同的国家去，应该可以捐，原来在想应该可以捐钱比较多嘛。可是投机也很大，而且在管理方面，就在外国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呢，就以前其实，坦白说，以前做美容很好做，也很赚钱三十年前。可是后来慢慢到大概十年以前就慢慢就不一样了，因为香港的房地产。降价很高，所以呢，这个租金这个还有就是人工都很贵，所以而且竞争比较大，而且就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都流行这个什么医学美容医学美容就是说不是平常的美容就是要跟医生去合作，还有就是要投资很多，买很多很多高科技的仪器来做这个医学美容。所以呢，赚钱就，虽然你没有钱赚，应该都没有什么钱赚。后来，因为把赚的钱出来就要留下来，不敢乱花，要重新投资再回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生意所碰到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也跟朋友在七年多以前在。投机在做一个餐厅就开了一家意大利的餐厅我在想开餐厅应该比做美容的要好嘛，所以呢就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吃饭嘛，对吧？可是后来又发现原来不是了因为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管理，还有就是这个租金这方面一切的传统生意的问题又跑出来了。因为餐厅投机很多就是而且就是开启的两年还要赔钱股东要再赔钱，所以呢觉得当我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怎么办呢？所以呢就刚好这个时候杰西就出现了，杰西出现的时候就我的朋友Vincent也是香港我们一个其中一个钻石他就介绍我这个生意说这个生意可以扩展到全球全世界不同的国家而且不用投资就是又通过这个互联网去做这个网购。我在想当时我是寻找一个机会，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我一个翻身的机会
结果我就去跟他一同合作去试试看。可是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在想，哎，互联网可能电脑不太懂。我告诉你，我开始的时候我电脑完全不懂，因为做美容不需要这些东西的，而且就是英语我知道香港的跟外国的人英语比较好，中国的英语水平好不好？不太好，没关系，我的英语也更不好，所以就是那我怎么做呢？因为这个生意是合作的，所以呢，我香港的第一个认识的就是 Harris 啊，他的电脑好不好？很好，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嘛，他英语好不好？比我好很多，他 Kim 也倾向他很好，所以呢，我就放心跟他合作我就是做一个推广，就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这个系统去跟刚才和平老师讲的这个流水线啊去做，慢慢，虽然我不是最快的一个钻石啊，就是因为 Patrice 最快的在香港是一年的可以做到。可是我们排队去做，通运用这个系统，永不放弃把自己都放到系统里面，带着我们整个团队一同去做。最终我在去年2014年7月份，我也可以成功成为一个钻石。所以呢，谢谢。我在想，我可以做到钻石，不是我厉害。就是杰西厉害，杰西这个平台这个系统厉害因为很多人帮忙，最重点一个就是我是真是要我要的，还有就是我很去学习，不放弃就可以成功。所以我想你们今天都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过来，都是来学习，所以我觉得你们用心去学习，你们只要你们要。你们肯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我今天分享都到这里，谢谢。谢谢 Vicky，非常好的分享，对吗？然后我们要再请沙一伟了。我们现在有多少个钻石啊？你们知道不知道？4个，对吗？这一个是铝的钻石，第二个呢，这是在以前他也是做传统生意的。也是我在这里认识他，但是呢，他是做一个家族的生意的，做得蛮好。为什么他看到什么到来这边来，是重新做了一个行业，从零开启。那我愿请你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我们香港的钻石总裁 Vincent 分享。各位杰斯大恩，晚上好！很欢迎你们到我们香港这个地盘里面，为我们打气，还有接着你们的掌声，欢迎我们来自美国的钻石人生钻石总裁，好不好？谢谢，谢谢，很开心在这里分享。在这里说普通话很小啊，希望你们也听得懂吗？希望听得懂，因为广东人说普通话是难免有一点困难的，所以我提个机会，我练习一下。首先我介绍自己啊，我姓王，我叫 Vincent，在这里可以叫 Vincent 也可以啊。在这里找我提问一个问题啊，在这里每天就笑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睡觉也笑的也是我。在5年前，其实刚刚5年嘛。5年前，我是从事传统生意。刚才我们的主席提醒过，就是我做漂染跟那个成衣配件生意，在香港跟东莞跟应该是深圳也有我厂里面。我自己开了23年，家主现在还在，现在还在啊，40多年了已经。可是因为我离开了5年，有些问我为什么。把这20几年的生意已经很熟悉，为什么放下？开始我也不知道，因为5年前，因为90年代，因为通过传统生意已经
生活也不错，因为大家知道90年代中国市场开放的时候，因为香一个好处香港也不小，因为香港很多厂家都在大陆里面开厂啊，所以很多人都去中国里面打工啊，这种公司其中一家，所以当时候很多人找其他生意我都不谈，因为有一个两个都够了嘛。那时候我也成功赚了一点钱去移民，移民去加拿大，加拿大就是想什么，就想退休，好像跟大家一样，一退休就是人生其中一个很小的希望，就是玩啊，开心是我个性来的。可是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传统生意里面看到未来发展有一点困难，但是把传统生意放不下，可能知道吗？就是我公司里面好几百个员工要把它处理的，要脱离要一点困难的，因为我跟基本上他们跟我合作了好几年、十几年、20年都有，所以我相信我也走不去。可是我也想改变我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我的梦想还不够，因为Kim告诉我们怎么样，梦想不用钱的，就多大你想多大。所以当时候啊，当时候还被燕子踢啊。在那个时候，我在决定啊，还是赚传统生意，还是发展另外一生意啊。到时候我的贵人是现在的香港算账师，就是哈尔斯介绍 Kim 我认识，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就是一个梦想有就想去就做了。到时候我就所以要选择相信，而且相信的很厉害，怎么厉害？就是把我这当20几年生意都放下，那这个很大的要考验，因为相信当时身旁很多身旁很多伙伴、很多家人都在骂我，不是提醒，是骂，只是你为什么搞什么，做了几十年搞东搞西，你放弃不要回来，好像很重要的。可是我深深记起来，因为我有我的梦想。可是我觉得互联网跟康熙老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在这里我上次听给我的意见，上次听可以帮助我完成我的梦想，所以我决定全力以赴。当然当时候我相信我不是例外，就是你们也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最相信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兄弟姐妹，你不相信有没有？有有有吗？所以这是很相信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选择放弃，哎，回去了，回去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可是我要我的东西，你们不要，我要，所以我还是留下来，而且在拼命去做得更好。在里面的苦都吃了不少，但是最好的是有很多不同的伙伴，好像 Wiki、Harris 还有 Kim 不断的提醒我，不断的跟我们教我怎么做。所以开始这几年就是也辛苦一点。未来后来就是透过不同的成长跟系统的培养啊，所以最后从到了彭老师、绿老师，现在2014年这个10月份也成为了钻石品牌。我们成功不是例子，不好的例子不是例外，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能力去达到这个平台。所以现在有人问我，哎，杰西，你发展了几年，做了钻石品牌，你得到了什么？你们想知道吗？想。你们的未来就是这样啊。第一个就是时间的自由。你们想不想每天的时间是自己控制的？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对不要？要吧。时间是每天24小时，可是我用24小时，会睡24小时，你们可不可以？当然睡得着可以啊。还有就是去旅游，杰西带我们去旅游，去的地方多的是，我只有5年，应该3年多吧。去的地方已经超过20个国家，哇！超过我做传统生意超过20年的生意，我也去了很多地方。我前认识很多朋友，好像和平老师、易雅杰他们都在外国认识，他们很高兴做人，认识朋友多，有多很开心。还有一个就是，但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时间有了，都有一样东西了吗？钱啊呀，就是财富了，财富虽然
不可以给一些超级富豪比较，就是应该说你想用几多也可以有几多，好不好？啊，吃东西要看什么？看左边，不要看右边。啊，吃啊吃啊，吃什么都可以。还有就是买东西，三分钟到五分钟好了，不要想太久了，这个可以。啊，基本上我赚了我现在的收入，就是比我们做纯活纯的生意超过十倍，是我个人拥有的，不是公司拥有的，你们想不想要？啊，这个是也是未来的。还有最后最重要的，你们觉得可能不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觉知第三个自由，就是心灵的自由。因为时间跟财富都有，喜不喜欢帮助更多的人成功，这个感觉比赚多钱更喜欢更开心，而且到了一个地方都有人家这样对你的，好不好？好啊，这就要以前做老板的时候看到你就掉头走了，老板到头来说现在见到我就马上走过来的，你们想不想要？要、啊、所以自由帮助更多人成功是更开心，这个我看到其他的行业其他的工作有这个感觉解释给到我，所以我未来越来越喜欢在解释的平台工作，现在五年了，解释是刚刚开始，你看我们几个钻石出来就是平凡的一个，不是三头六臂，是不是？所以你们有没有梦想？有吧，有吧，未来一年两年三，我相信更多的钻石都可以在这里分享，所以下一个的钻石可能就是你们，是期待着你们在这里分享的故事，谢谢大家，谢谢 Vincent 啊，再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好啦，沙一伟他跟我说，他的人生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可能你们不是很高兴沙一伟，但是呢，他说他两年前。做了一个最大最大的确定，是一个最精确的确定，他跟我说是一生人最精确的确定，还给他娶他女婆还要更大的确定，他跟我说还要高，这是他跟我说的，他说这是选择了那个极致的平台。现在我要有请他，我们香港最快速的那个钻石 Patrick。谢谢你好啊，我希望你这样讲啊，希望我的老朋友在益阳视频上面，不然啊我就死掉，明天艾莫里见到我。OK， 啊各位的伙伴，大家晚上好。哎呀，听我这样介绍我啊，真的我不敢讲啊，我就怕我老婆听到。OK， 因为今天有好多人在录影，为什么我这样说了哈、啊？因为今天啊，应该是我有从开始到现在，第一场最多人去听的。一个课，一个培训，为什么？因为我来到的时候，莉亚跟恩大哥他们来到的时候，我看他在搞电脑，搞什么鬼到底啊？我没有电脑啊，他原来就把今天整个的过程啊，叫转播到全球，所以应该可能啊，现在全球啊都在看这个视频的。OK， 在镜头前面的朋友啊，不好意思，忽略了你们啊，你们好啊。OK。所以今天呢，我想讲的，其实有好多人问，他说到底，哎 ，Patrick， 那你一年呢、啊，用了一年的时间，你就上了钻石，到底你是怎么做的？那这里面的过程呢，有好多好多。我觉得今天我可以用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一个分享，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还是你的伙伴有没有这个感觉？当我们去跟朋友去分享觉知，当我们打电话去邀约的时候，有一些出现这个字的，在我们的生命中 ，OK， 有没有曾经是怕过的？有没有？有，就是打电话嘛，对吗？按到最后肯定按绿色的，那到最后想一想，哎，不要，再等一下才打 ，OK， 啊，应该跟他讲什么？有没有这个感觉？有，你知道怎么去呵护？客服，哎呀，好多人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香港人讲普通话，对吧？我有些时候也怕讲普通话，所以啊，去客服这一个的东西怎么去搞呢？就是非常的简单，
第一，你要知道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今天 Y 群呢，为什么我要来结识？所以第一个非常的关键，你看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来举个例子哈，有没有看过一些的小孩 ？OK， 一些可能是几个一岁到两岁的 ，OK， 想一想，在我们小的时候 ，OK， 刚出生不久了，开始有一点懂事的时候啊，为了一个雪糕，就是冰淇淋啊，为了一个玩具，而爸爸妈妈不买给你，你自己想好多的办法 ，OK， 在外面滚底沙啊，去搞好多的东西啦，都哭啊，怎么汗啊？用好多的方法得到，就是要得到哪一个玩具，有没有看过这个事情？可能你想一想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呢、啊、都有这一个的过去，这个是什么？因为天就是这个世界啊，这个地球啊，是我们出来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天父的一个本钱，就是为了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要，你会想好多的办法，有没有人教你的？啊，当我们一岁的时候，有没有看书、看电视？哦，这样就能得到玩具，我去学了，有吗？没有的，不是怎么自己去学的，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所以今天，如果你真的，如果你跟我说，哎 ，Patrick， 哎啊啊，邓老师，我真的，我非常要这个生意，我跟你讲，你是没有这个感觉。刚刚何必老师他说，我在海外分享的时候，你知道开车收我怎么做？我写我的名单出来，有1000人的名单。我想问在座的各位，有谁当你开展结识的生意，在第一天你写你的名单的时候，超过1000个，请你举手。一位在后面 ，OK， 有一位。然后我就打电话，我直接的约300个人，在一个月时间里面完成去见。我不是帮我的伙伴去谈哦。我是自己去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就像一个火车，我们来想一想啊，来想一下，一个火车后面拖有几个拖拉，对不对？启动的时候用的力是最大的，对吧？重重重重，要很大的力，对不对？当它拉顺的时候啊，就比较简单了。我不知道你们啊，在中国，在其他你们的国家，还是我们在香港啊，有没有做过打的啊？打的。有些的师傅以前啊，我打的的时候啊，我碰到一些的司机啊，很辛苦的。他柴油是这样的，那个风琴油啊。我们开车的有谁开车的知道的？很少啊，没有人开车啊。我开飞机的举手，开船的。OK， 你看，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的脚啊，有些的司机也是怎么的？然后呢，他就放啊。然后，咦，是这样的，你觉得在里面的，你坐在里面你很辛苦的，你怎么了啊？回家的途中啊，说，你肯定晕倒啊。那我发现做结识的时候，有好多人说，哇，今天听完整个培训的、啊、超兴奋，回去马上就打电话，对吗？马上要约了几个朋友了，已经要发展要做了，对吗？哎呀，过几天了、啊，你就没掉了，你那个状态又在等啊。等下一次看，哎，何必老师跟李雅姐，还是Tracy Lisa他们，还是我们香港的领袖，我们做活动，听完你又很嗨呀、啊，哇，很爆炸！每一天你的状况是什么？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很平淡，对吗？有什么的契机啊？有听过什么课的时候，上去啊？那很短的时间里头，人家在等啊，3个月之后，人家在等啊。你看你的过程就是这样，你知道去到最后一年两年了，你就是这样，你知道去到最后怎么？我觉得我们做结识最不好的是什么？就是没有龟苓膏吃，你知道吗？知道什么叫龟苓膏啊？如果你要上一个蓝宝，你可以，哎，我请问我一年找一个人，我12年完成一个蓝宝，可以吗？是可以的。我觉得老板最失败的是这个，知道吗？有没有人做12年才成为蓝宝的？请你举手。
应该没有了，我解释才五年了啊，所以现在你应该有五个人的。不要，我做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做？我说一鼓的作气，一就是不干，要干就把它干到最，要干就干到底，对不对？所以要快，你那个气是很重要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 ，OK， 美国的双钻的总裁 Samson， 他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就是打水啊，水井啊 ，OK， 在外国啊，有些水井以前都没有水龙头嘛，对吧？人都是去打水的 ，OK， 一边呢就这样一去打，那打了几下，哎，干嘛没水的？人都走了嘛。然后另外他的朋友经过，哎，干嘛？你拿个桶，你不是去打水吗？他说，哎，骗人的，哪里没水的？然后几个朋友问他，你怎么打？我打有几下了都没有嘞。那肯定嘛，你要不断的再多打几场，水就出来了。他说：“哎，是这样啊。”他就不再打吗？然后多打几下也是没有的。他也觉得他的朋友是骗他了。朋友再见到他，干嘛也是没水啊？你不是打水吗？他说：“真的，我打了好多场没有。”你知道他的朋友跟他说什么？你不要提，你一直打。当打到有水出来的时候，它是自动用那个压力把水就压出来，你就很轻松了，可以打满你的水桶的哪一个水了。所以这一个就是我在两年之前我去发展结石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一个最重要我知道的，因为我写了1000个名单出来，只要我用系统的方法我去做，不可能1000个人一个人都不参加的。如果我讲完约了这1000个人出来都没有一个人参加的，我觉得我就送两个字给我自己，什么活该，对吗？我觉得不可能的，数字是不可以骗人的。那最后我在第一个月的时候出了20多个人，但是有一些啦也是慢慢去做的，有没有出到你们的伙伴？有一些他已经生出来了 ，OK， 几个慢慢做啊。你叫他开会，哎，不来了，我很忙啊，我要带我的狗狗去冲凉啊。啊，今天我的我的男朋友生日啊，明天呢又去哪里去看电影？有没有这个？有。你猜我当时有没有这几些人？有。也有啊，但是那个时候有6个人，他很认真，他要去发展，他要去做。今天这些人也成为了我组织里面的总裁了。所以我讲今天所有的成绩不是我 Patrick 我做出来的 ，No， 不是我，是什么？是系统跟我的团队打造出来的。所以只要你要非常的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当你这个要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讲，有一个就来了，就是你的感啊，就把紧的感呢，你就把这个怕把它盖住。就是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小孩的那个动作也是啊 ，OK， 他要吗？对不对？他为了一个玩具，他要，所以呢，他就想好多的方法，不管做什么，他都要得到他生命里面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已经长大了，为什么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开始怕。你看小孩去到7岁、8岁的时候，开始是怕羞了，有没有？对吗？在我们经历几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啊，有好多的怕慢慢就来了。所以用什么把它盖住，就是你第一你要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你要什么。我当时我要我非常的清楚，因为当我的生意去到最高峰的时候啊，在2009年之前真的跑到我人生最高峰。那个时候我的贵人Harris， 我们香港的双钻的总裁，他跟我分享，我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我在心里面送他2个字，我说 good luck， 中文叫什么？祝你好运。我没有想我后背的找一个轮胎啊，就是 spare 的 ，OK spare 的后背的轮胎，我没有想啊。如果在2009年的时候，我听他说，我跟他讲。我不需要经历从2009年到2012年那个惨痛的经历。我来结石之前，我负债300多，差不多400万港币。这是我选择错了，
所以在三年四年很痛苦。所以那个时候2012年十二月份，我决定我要抢回过去我浪费了的三年多四年的时间，这个就是 Patrick 我的药。最后就是因为这个药了，我是一年的时间好定好目标。我到时候定目标是什么？四月份、九月、十二月，我就要当红宝、绿宝、钻石。最好的消息是我一天我都没有吃，所以我三个的总裁的级别都是准时，在哪一天哪个月的最后的一天，啪，我达成的。所以如果不是系统，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啊，我奉劝大家很重要的，刚刚何斌老师讲的非常棒。OK， 那一个生产线，就是我们按照这一个方法去做，那就成功了。为什么在杰斯有好多伙伴啊？现在全球几十万个会员，哎，钻石只有50多60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思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过去。好多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经营杰斯，就阻慢了我们的进步。但是只要你没有放弃，慢慢好像刚刚丽雅姐她说的，听所说的没事，这就是什么，你要悟这个是一个过程，怎么把这个过程缩短呢？怎么可以更快的成功？就是两个字，你要相信。所以我来的时候在早的三个月，开始三个月，我不相信，谁我都不相信，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OK， 我是用以前的方法来进行解释，但是最后我的贵人 Harris， 他跟我讲所有的东西，以前我不认同的，我觉得真的不好意思在大的场面去说，以前我觉得，哎呀 ，Harris， 你这样做人啊，肯定给人家骗的，你没有做个生意。他讲什么我都觉得不对，我用什么去想？用我过去在生意里面的经验，因为我觉得在过去的两年，我慢慢的一步一步，他跟我讲的东西，所有以前我不认同的，今天我都觉得他是这个方法是对的，因为他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听的方法。所以今天你们的可能的领袖，你们上述的总裁，可能经常跟你们讲什么什么什么 ，OK， 叫你去开会，叫你过来挨默，我跟你讲，这个是对，这是我们上钻石的一个捷径。所以要不要听一听我的贵人他的人生的定位到底是怎么的，要不要今天听一听他的分享，要不要？